任，赐我神功日出东方，鬼我不拜，梅花在手，江山我有。你先挥刀自宫，他已经不是个男人了。天下风雨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岁月催。黄图霸业谈笑中，不胜人生一场醉。我已经练就神功，变幻莫测。如果苗人可统治汉人，我东方不败永垂千秋。我们举旗北伐，逼土河山的食客指日可待。
社会还被称为江湖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东方不败，你若再不交出葵花宝典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死期？你的内裤等到隐藏底了再补吧。补吧。哎哎呀妈呀，干啥呀？这是吓死个人了。欧巴，人家这内裤是特意为你织补的呢。人呀，看我如何鞭打你。如此小儿科，死吧莹莹。莹莹莹莹，混蛋，你给俺家莹莹做了什么？这几根针给我全身毒素，中招之后不仅毒素入侵，还会把他原本体内的毒素都激活到脸上。撒拉不背起呀。都说无毒不丈夫，为了变成与你相配的女人，我遍访江湖名医，寻找排毒秘方，希望早日变成女儿身。原来葵花宝典就是最好的排毒秘方。贝贝，跟我去参加排毒女孩要无毒美女争霸赛吧，把你的菊花宝典是葵花宝典贡献出来，让世界少一点被毒素迫害的女人。当你哦，冲冲！想帮助任盈盈夺回令狐冲吗？上传你的私家排毒秘方吧，参加盘龙云海药业无毒美女争霸赛，赢取3万元美丽基金。欲练神功。